来这么多血呀？咦，马桶，你的血呀？我了个乖乖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兄弟们，你们看看看看看看看，你这血，我去，流了一路。马桶，马桶，你咋了？咋了？马桶，马桶，马桶，你吐血了吗？我看看，我看看，张嘴。嘴上没有啊，你这儿有血，你尿血了，你尿血了，马桶，啊，你咋回事？马桶，你起来，你起来，我看你会走不会，你咋尿血了？啊，马桶，哎，我去，你看你这血弄的，哎呀，你还有狗命没有啊？马桶，你别吓我啊，你别吓我啊，马桶，马桶，马桶，我去。我去，你别动，你躺好。你要不这样的话，你别动，你要表现出奄奄一息的感觉，要不然怎么下大黄呢？就这样啊，就这样骗大黄马桶啊，演技给你杠杠的，演技满分啊！现在给大黄开视频啊，咱俩骗他的钱好不好？合伙啊，团伙作案骗大黄的钱啊！来来来，你躺到这儿才有尿血的感觉呢，对不对？我们要下大黄，必须要下啊，演技必须要逼真，听见没？完事给你弄好吃的啊，骗了钱之后咱俩一人一半啊，别动别动，哎对，别动别动，弄别动，哎对对对，就这个样子，就这个样子，别动。好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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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动。哎呦，这个样子逼真逼真逼真，马桶。好，就这个样子啊，我给大黄打电话。好嘞，媳妇儿。马桶尿血了，媳妇儿，马桶尿血了。我今天从厨房出来，看到地上全是血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我就发现他，你看这个地方尿血了。你是不是喂他巧克力之类的东西了呀？你看看，躺地上。我有病啊！我给他巧克力。他躺地上一动不动的，有进气没出气的感觉，要挂，就奄奄一息的状态。我就在厨房，我一出来，我就看到地上有血，我让你看看啊。柜子下面全是散的那个黄米，他吃了都开始尿血。我说你现在啥时候回来，咱俩带他去医院呢。我回去还早了呗，我在现在在那个大东边的。你大东边那咋弄啊？你看这不需要带他去医院吗？你看这血，你看这血，媳妇啊，你自己不会去还让我跟你一块儿？我去啊，我自己去啊。去啊，快去啊，赶紧去啊。我没钱，我去啥？你看身上的血，你看看，你看这身上的血，我没钱没钱。好，给你打，给你打两千块钱，赶紧去，赶紧去，快点！赶紧打钱！好嘞，好嘞，挂了啊！漂亮啊，马桶，表现的可以啊！大黄信了，两千块钱已经到账，钱到账了，咋的？咱去出去嗨吧！啊，大黑说到做到啊，见见面分一半，起来吧，起来吧！哎呦，好嘞，100分。我收拾一下现场，然后咱俩出去嗨，拿钱出去玩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傻狗，咱俩是公平分赃啊，不是公平分配啊！谁不准告状，谁也不要心里有委屈，好不好？这我都没吃过1000块钱一颗的大白菜，给你1000块钱一颗的大白菜，是不是？对你多好啊！